货物贸易进出口好于预期，实现了促稳提质目标。据海关统计，去年我国进出口总值41.76万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0.2%，其中出口23.77万亿元，增长0.6%，进口17.99万亿元，下降0.3%。2023年，我国对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进出口19.47万亿元，增长2.8%，占进出口总值的46.6%，提升了1.2个百分点。对拉丁美洲、非洲，分别进出口3.44万亿和1.98万亿，分别增长了6.8%和7.1%。第四季度，对欧盟、美国的出口回暖，全年分别进出口5.51万亿、4.67万亿元，分别占13.2%、11.2%。